下一个是谁？如果万一你暴露了身份，他的目标就会变成你。我进国安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，国安可能真查到了什么。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我根本不会从沉睡中醒来。我们要抓的是大鱼。到底是哪些文件泄露出去？他一直在追问我矿石的去向。这一觉你应该睡得不踏实。继续跟进目标。对付这种人，我们总得多想一层。我真的是最后的赢家。你不能被谁知道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。行动。只要你曾经威胁或者侵犯过我们国家的安全，不管你在哪里沉睡，我们都有能力找到你，让你醒过来。